投球中 ，nice， 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 ，nice，nice，nice。哎哎哎，为何？嗯，为什么？嗯，啊？哎、欸，嗯，哎、欸，我、哦、刚刚那是延迟吗？我是不是要断线了？拜托不要断线。所以可能刚刚在这个蛤蜊在打的过程中，或许可能稍微让一点，就是变成说不要死，让一点，让他进来一点，然后再击杀，或许会比较好。好，巴勃罗北斋，然后太空射击枪跟这个洗笔筒。好的，一开始一样先涂地板。哦，推推推 ，nice， 感谢队友。好，上前辅助一下哦，先放个冰壶。好，中间有一个，连我都开出来。开出来，开开开开！哎、欸，等下我的 SP 还没好 ，SP 还没好，哦，吓死我了！好，倒二，我们这边倒二，等一下队友。哇，两个屋顶升到有点麻烦。好，我们还是应该从这里埋伏哦，补一下这里地板。好，被抓到了。哇，毒物毒物毒物，被打了跟白痴一样，还被锁敌。左边一个，左边一个。我有抓不到人呢、欸，这地板还是有落差。压到一个，要死要死要死啊！救命！哇，这个毒物太可怕，毒物真的很可怕哎、欸。好，增加锁敌，冷静冷静，心如止水，冷静，增加锁敌能力。放一个冰壶出去，然后我们可能要换个位置，我觉得要换个位置。哎呀，被锁敌了。奇怪，别人都可以蹲奇怪的位置，真的是被强力锁敌耶。我们是不是应该玩一些心理战术之类的东西？哎呦，抓到了 ！Nice， 好，机会来了，这就是关键的机会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开了！好，我们这里等人下来，等人下来 ，Nice。好，每次都忘记身上有蛤蜊。哎，可恶，被抓了！冷静，冷静。好，现在目前蛤蜊数是没有的，那我们就不飞。好，对面倒二，然后太空射击枪有两个 5.1， 开了一个，其中开了一个。我们吃蛤蜊，埋伏吃蛤蜊。好。吃蛤蜊，吃蛤蜊，蛤蜊才是最重要的。吃蛤蜊，吃蛤蜊。哦，他们会有背包，然后还是要顺便补一下地板。好，然后小心北斋冲出来。Nice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可恶，可恶啊，可恶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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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49秒，49秒，我们换个位置好了。哎、欸、啊！可恶啊！刚刚那个应该有劈死才对吧？哇，太可惜，太可惜了！哇，刚刚那个太可惜，刚刚那个太可惜！哇，倒二啊！对方要进了，对方要进了。
，nice， 中一个。放一个冰壶，小心他们在等那个，他们在等 SP 了。啊！可恶，被发现了，太蠢了我。Nice。最后 ，Nice， 感谢队友。氮气来了 ，Nice。Nice， 哇，队友太强，感谢队友。赞哦！哎呀，奇怪，我怎么都劈不到啊？就每一个武器，它一定都会有在它场上可以有的位置。那当然有很多武器是需要地板的。那当它没有地板的时候，到底该怎么打？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反而更应该要去想的事情，因为没办法嘛，队友你不能使唤队友帮你涂地板。那在这个时候到底，因为不可能真的有啦，还是会有真的完全没有地板的时候啦。那到底该怎么在仅有的地板，比如说不管是埋伏或是干嘛之类的，你这么多武器，大家打开这个鱿鱼圈3的 APP 去看，就是最强排名的武器，你应该会发现每一把武器的分数几乎都是2500分。难道他们就都有地板吗？他们一定也有没有地板的时候，但是没有地板可能只是少数而已。我昨天有看到啊，昨天我看到隔壁棚这个巴卡纳180啊，把游戏丢垃圾桶啊，我也有看到啊。巴勃罗载玉，然后枫叶跟这个斯普拉射击枪联名。OK，Nice。我要死了。好。啊可恶啊！我自己蠢。好，现在地板堪忧，有点危，刚刚有点太心急了。这个最好的击杀呢，还是建立于哇 ，nice， 队友整个冲过去 ，nice。哎，其实我不是要飞这里。最好的击杀还是建立于这个帮下队友，就是这种帮。可是我刚没帮到，拍谁？我靠！等一下啊，拍谁？我刚没打到，抱歉，完全我自己雷。Nice， 谨慎。哎，没打到，哇，我的断叉。现在就补地板，反正都被发现，就补地板吧。哎呀，可恶！这个又是我自己的锅，没劈好。快走！有点雷。做不了事情的时候，开起来哟！做不了事情可以吃蛤蜊，总有一天会有事情可以做。啊，可恶，没劈到啊！七！啊，刚这可惜，应该地板应该先补好、杀好，再丢球的，太心急了。地板还需要补哦。好，这个三发丢的有点随性啊。哇，糟糕！危险！好，打光光。Nice， 看准还是很重要。Nice， 啊靠，可恶，进来。好，这个箭度枪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这个沿途的首杀，那我们来做一个中排保卫。队友需要地板。我们这局的地板就是比较堪忧。好，队友要进了。
好，队友在前线倒下来，我们就先退。现在目前双方倒一。靠！啊，没劈到，真的是。Nice， 进球了。啊，没劈到，开了防护罩没劈到，有点心急，可能要进家。Nice nice， 感谢队友。巴伯罗比较心急一点哦。顺势涂地板，好，倒二，对。哇，糟糕，我下来了。哦，危险。扶一下地板，对面倒三，对面倒三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可以可以 go， 可以 nice nice nice， 可以 go， 可以 go。逃球，中 ，nice， 漂亮，漂亮漂亮漂亮 ，nice nice。啊，没丢啊，可惜，应该先丢球的。Nice！ 哎哎哎，为何？嗯，为什么？嗯，啊？哎、欸，嗯，哎、欸，我、哦、刚刚那是延迟吗？我是不是要断线了？拜托不要断线！嗯，刚刚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这个时候对方会紧张，所以这个时候，哦，对，也不用紧张啊，血光光了。啊，上不去啊、哦，原来这样上不去。好 ，Nice！ 感谢队友，赞赞赞。碳刷吼，我个人觉得没有不行，但是因为碳刷，我觉得它的反应真的要太快了，就是因为它动作很快，它很轻嘛，然后加上要补水球，那个第一下没打中，第二下的关键哦的准度哦非常重要，但那个对我来讲真的太快，反应太快，我真的不行。刚刚你有一次一两次可以直接上，比较有效率，不用绕一大圈。哦，了解，因为我都想说，我上去我整个视角还要转180度。我都会觉得我上去就会先被发现，但没错，这个是可以试试看。那个小方块确实是效率，以效率来说更好。好，有进狙哈，要被发现了。好，补地板哦，斯普拉旋转枪已经下来，在左下。好，有中到一个，中到一个。奇怪，为什么人家的哎、欸欸、靠，为什么人家为什么别人的滚好像都游过来都不会被发现一样啊，啊我怎么游过去都会被人家发现，奇怪。好，队友冲了，奶叔冲冲冲刺的队友啊，靠，哎、欸、我真的觉得我运气算是很差的那一种。刚刚那个应该不会被发现才对吧？就是我很喜欢撞人家的弹道的。哎，飞过来了 ，nice nice nice！ 进球进球进球！哎哎，他自己把包，好，那就不能怪别人了。拜拜，好，哎、欸、靠，粘脚上不去啊，效率太差了，不行，我的技术太差了。左左我不会，左左教我，我不会。Nice, nice. 压到。哦、oh, ，nice. 啊，好好好好好。
好，要进球了，强劲的队友，再次进球，奶酥。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啊，这种都压不死，我真的要气死了。哎，地系。我觉得对我来讲，中滚最难的就是这个压不压得死人这件事情。啊靠！对，就是，那个位置感觉是应该是位置走不好，我觉得是位置走不好，就是走太常见的位置，太容易预判你。你太容易走一些人家都知道一定会你会走这里的那种，蹲不到人，有一种蹲不到人的感觉。哎，就是比如说这些地方，感觉就是大家都会知道。哎靠！Nice， 太强了，太强了。19秒，你看，我刚下去，他怎么可能会？啊！救命！好了，这个下去是有点活该啦。但就是，这个插段的锁敌都非常强劲哦，强的有点夸张了。哇，糟糕！压到了，虽然被歪跑。哎呦，很危，这种很危。Nice， 太强了。哇，没了吧 ？Nice， 强，厉害。我觉得还是可能要那个啦，可能还是要谨慎一点，就是。反正我们没有压的，没有别人强，我们没有那么比别人强还要会压，所以就多涂一点地，多看一点，确保就是我觉得在打我之前二代打上去，我最后的想法就是，反正我一定不是最，我一定没有办法当最杀的那个人，我只要可以当辅助型，我只要这一场可以赢就好了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圆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